啊，修行修什么？六根戒除六尘境界，觉而不迷，这叫修行，真修啊！啊，去练，眼睛看东西。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好啊，中国人喜欢《金刚经》，不管哪一宗哪一派，啊，没有学佛的人没有说没有念过《金刚经》的。 啊，现在可能有，古时候没有。古时候没有说是没有读过《金刚经》为什么呢？它非常便利我们用观照的功夫。啊，你比如我们见到一个呃物质现象，啊，无论是什么东西，你看到了喜欢，喜欢怎么样就想占有。 就想得到他，啊，这是错误啊！那用金刚般若就关照，那怎么呢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,你那个念头不就行了吗？啊，见到个人讨厌，啊，恨不得赶快远离他。哎，你一起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你心就平了。 啊！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啊，《大般若经》上告诉我们：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你要常常用这个方法呢，你就渐渐的在一切现象里面得三昧了，啊、嗯，得清净心了。 啊，得清净心，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，他不迷了吗？啊，不迷，你就得自在了。